不是我不送了，主要是真舍不得你自己骂你自己。狗东西，这样子骗人！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First blood. 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An ally has been slain. 又一个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好痛。那这戳我一下，我们家小兵要干死了。手枪还是弯刀，还敢 Q 上来？都无所谓。你是真不怕挨打是吧？脏东西，更多火药。这是真恶心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，耗不动他血，很难的。盐分和海水中重生，这解魔筒子伤害都没炸到他。留个眼线在外面，我要一路返回比尔吉沃特。应该死，还是有点难杀，但我这线处理不完，感觉很麻烦。还是炮车线离谱。走吧，我只能清成这个样子了，我要溜了。兵线能进塔就很好了。我觉得把这个线卡着。骗不了他 Q。顶啊。骗不过我操。丢。这线就不卡了。把残忍带给所有人。我这种状态他下波出来我打不过的。算了，不卡。清王子就回家。不要以为我忘记事情，更不会忘记仇恨。
夏思涵，你这牌，你这牌子，你刷了多久虎梁生的？背叛就像在伤口上撒盐死人。我差点败退，被抓死了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当心炸药桶！让他们的鲜血涂满码头。不绝，砍断他们的骨头，就这么干。更多火药，干嘛呢？把他们吊在沙场。有木柄，要不是看你有木柄，早 K 你了。溜了，刷只刷了100块钱礼物左右，其他都是白嫖。可以，搁网络上面能刷100块钱都可以。一般兄弟们都是纯白嫖，只纯白嫖就够了。这是白金的，剑姬是白金。其实这个区的白金，我不是很想打这个区，感觉不够质量。但他给的太多了。丢一下！我要把我得不到的东西统统烧成渣。感觉不好蹲呢，要不直接越了。更多火药！言语毫无意义，血肉才有分量。176，王轰炸。OK， 这大招有用。我操！谁有卡莎反应这么快的吗？充钱最少充50，不能充1块。那你是不是苹果手机？我的手机都可以1块1块充吗？我以前听他们说，那苹果手机好像最少就得充50。我虽然失去了船，还是多少来着？没有失去灵魂。W 还是慢的呀，我用的什么手机？别问，问就是华为。
我真用华为，不要相信比尔吉沃的智慧。不追，你让我追我就追，那我这不是很没面子？不是不是，我真用华为，我给你们看，我用很久了，看，我放大一点，我怕你们看不清楚黑我。你看看这背影就知道是华为，知道吧？我是真用华为，你们只是说说而已，而我不一样，我是真用。我在火中找到了我的憎恨。主炮准备发射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Shut down. 我从盐分和海水中重生。防御系统。防御塔筑层即将脱落。Shut down. 我手机几年前买的。不留忘了摁操。是不是 P40? 我忘了呀。我对手机型号没什么概念。我当时买它 我觉得那个背面挺好看的。我当时买的时候是喜欢它那个背面。那背面看起来很好看。至于手机的功能嘛什么的。我对这个好像没什么需求，感觉唯一的需求就是外观吧。清算就要来临了。而且我很少使用手机，顶多也就刷刷抖音，很少用手机玩游戏。我看那个人头是不是剑姬，那还行。剑姬的人头，他一会又值钱了。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? What the fuck is holy bullshit? 当心炸药桶！操！死亡把我吐了！不闪！我走位！我在走位！打不死！哎呦！这我没炸到他，被隔挡了。我怎么死的？焦灼好像。好像点了焦灼，又少了一个要处理的人。他点了焦灼，哎，服了服了服了。我的归来。炉灯吗？他焦灼能触发炉灯吗？和记忆念一次转身得到的是一把匕首。更多火药。看看能不能把先锋捡了。
看一下能不能蹲下他们中单，他应该会带上，因为他没地方去了。我强行去中，两个 C 位分一条线，行。那我大招手下路。我能踩，但我不跟你踩。只有打广告吧，196645打就打嘛，兄弟们可以点不关注我，196645可以点不关注我。只有闪现技的，我操！哎，阿云。你跑了，我操！哎，这个人嘛，走位扭的，我靠！哎，人嘛，回头，不然我可以炸得到他，我靠！这人嘛可以。好笑。带下路去。憎恨是小孩子的用词，当心炸药桶。An enemy is dominating。还行。可惜我第一时间没看。缓慢的死去将是赐给他们。终结了还可以。仇恨将沾满鲜血。别急，看我表演。哦、我先蹲他一波，我点好了。想不到我会在这里蹲他。又一个。Q。啊，错了。他妈在这里。哎，我这不得回家去大了。这不有点无语，队友没等我呀，他们应该是会往大龙那边靠的，如果他们往下路靠，我们直接去大龙，我们打大龙很快的。妈的，有眼。我操，好痛啊！不过还行，就算亏，就是我闪现有点浪费了。啊哦，帅，打他呀！这还浪费个闪？
像没 buff 了。算了，没就没了。没 buff 有点小难受。你都这样让我吃了，那我不吃那就是不给你面子，说实话。我不能不给水友面子。我不吃就是看不起水友。背叛了我。我被痛的受不了了。不行，伤害不够。当心炸药桶！别！我要夺回属于我的一切。相信比尔吉沃特的鼠辈。我要是会飞，我保证的。但是我不会飞。我在火中找到。我伤害这么高，为什么要盯着对面一个人打呢？那谁在我脸上，你就帮我干谁，控一下就行了。